哎呀，好了，开吃。辣炒的，我比较钟爱于辣炒。这个时候大玉瓜。一口，先吃吧，牛来个，来，终于舍得给我吃大的来，终于舍得给我吃大的啊！满足不？满足。给你填满了吧？填满。太香了。就是怕腥怕苦的，不吃这个内脏和那个黄就可以了啊。